给大家看个好玩的东西，一焊氧气头，它还有个名字叫无电增氧器，它不用插电，但需要连接在过滤器的出水口，有12-16和16-22两种口径。如果你的鱼缸能装上的话，氧气泵就可以下岗退休了。带的有两个吸盘，但大部分时间用不到，组装也比较简单，这个氧气管可以根据水位裁剪长度。这个产品一焊目前还没有国产，所以价格有些小贵。带的有一节软管，根据过滤器出水口形状决定是否使用。这里说个小技巧，把软管用开水烫5秒钟，然后再连接会比较轻松。另外一端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打开滤桶看一下效果，空气细化程度还不错，滤桶流量越大，气泡量也越大。经过测试，流量400以下，气泡量会比较少。如果符合安装条件，它可以代替氧气泵的功能，不仅缸内更加美观，多多少少还能省点电费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个气量调节阀，可以调节出气量。如果你用过3合1过滤器，肯定还记得那种滋啦滋啦的噪音，但这个真的很静音，除了水中喷气的声音，调节阀不会有多余的噪音。